那收藏有风险，入行需谨慎。就这样看吧。你看我那车前面撞那样了吧？我没看见。就这一次，我刚给那 4S 打电话，他说我这车老款的换件还没有，我都不知道咋整。我一会儿给你推荐个地儿。我想找个人，就是离着近，稍微固定好就行，别在路上在啊。底下那个，一会儿我给你推荐一个，离着近。近啊！我老修车就去了。行行，你看这个啊，在这儿看吧。嗯，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小头，还有那个山羊。我简单你看一下，啊，你看一下。小头和山羊，9个，你想看吗？10个几个吗？你想看吗？这8个，啊，我这还有小头和山羊，可能山羊有一个山羊没在那里，但我也有。这是8个小头，啊，8个小头对，我就放外面吧。裹上吧，裹上，这没问题对吧？没问题，我害怕你一会儿坠数，你别啊，那没事。放这儿了，对，这里有个小头，那是8个对吧？对，8个。你数这个。我的妈！今天这两天特不顺。咋的了？昨天搞这个，昨天搞成这样，这个，今天又把车给撞了。光绪，这个是没有钉子对吧？这个也有，不过很小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小的，这个光子这里，是吧？很小，但是这个没事儿。看这个，这个没事儿。这是4个，看一下。这是4个啊，那是8个，12个。没事儿，对的。对吧？嗯，12个了吧？八，对。啊，你先。我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，你别一会儿。裹起来吧，裹起来。对，要不一会儿掉。小心人。谅解一下就完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。这个啊，有一个21的、22的，还有一个战羊。然后21、22战羊。二。没问题，13个，对，14个，这是带钉那个，14个啊，15个小头，12、13、14、15，对，16个战羊，对，对吧？16个战羊，最值钱的就这个21，第17个，阿姨，这个得仔细瞅瞅啊，瞅吧。怎么都用这个？多少便宜啊？我这车上能找着10个这种放大镜是吧？这扔的都用这个。这个丢了就丢了，也无所谓了，5块钱一个。5块钱，塑料的。对，这玩意儿便宜，我们批发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我对象。哦。你这哪都跑啊？对。没问题。没问题哈。没问题，哎呦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豆儿也送您吧。好，您放这，我把这个单独包。这有4个，这他们其实之间不能那个互相，就放在一起，它有磨损会。其他的就无所谓了，其他的放就行。到店了啊，到店了，因为我食物中毒，脸上那个样子啊，我就不那啥了。我给大家看看这次的收获啊，先看这个三角吧。其实这个三角带点小彩，这里，但是可能拍不出效果来。
正面呢也带一些彩，整体吧还好。有那个评论说三角变成半只鸟了，袖给遮住了。其实仔细看啊，三个鸟还在那儿啊。有的人不敢修这种裸臂，但是这种臂很开门，很开门的一个三角。然后小头这状态可以吧？这小头可惜不是出柱啊，翘胡子是翘胡子，直一零也是直一零，可惜不是八字背啊。小头北洋，北洋有一个好北洋，我记得是啊，这个是好北洋，什么版你们自己看啊，视频都介绍过。北洋小头，这个北洋是什么？有一个短尾啊，这个是短尾的，这个估计可以送个皮盒去试试了，别的也没啥了啊，有个22船还对，有个22船，这个三鸟收是花了中万啊，中万啊，肯定大于5万，肯定大于5万，中万啊。结果呢问这个的价的时候就说怎么差，这个才几千块钱怎么差这么多，我说你这里面没23年，如果有23年对比还厉害。这小头原味带彩的，这也可以送皮盒去试一把，反正这也歇了，反正就主要就为了三角过去的。结果去了以后车又出现上次的那个，哎呀，我真人生第一次，也是就是在这高速上开着开着车，前面突然掉下半个门下来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就是一个车的门直接掉下来了，我躲都来不及躲。右边那个还有车道有车，我不能直接往人车上撞，我只能左边是护栏，我在最里边那个车道上直接一个半边门掉下来了。我的妈，把我那车底下那护板呀、什么右侧这灯啊全他妈，我幸亏没开那个车，开那个车直接我就翻了，幸亏这次开的那个什么。行吧，就是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，收藏有风险，入行需谨慎。分享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谢谢粉丝的信任，下期再见。